是没有跟女孩子较劲了，从小到大你看我跟李贺也是最帅的李贺你是最帅的太阳都晒到屁股了啊！李贺，你是最帅的。李贺，你是最帅的。侠女，有没有早饭吃啊？臭孩子，问你爸去。侠客，有没有早饭吃啊？侠客。大侠，我饿了。爸，我妈饿了。还真是充话费送的。哟，进步了呀！昨天体育干完还能站起来，还行吧。再累也得爬起来给你写素质手册。我告诉你啊，别老拿什么手册来威胁我们，这样做真的很不爷们儿。嗯，确实，比不上你啊。昨天跟女孩子较劲，真够爷们儿的啊！我哪有？我什么时候跟女孩子较劲了？从小到大，你看我跟……行了，吵死了！我去！你个臭小子还摸我头，别以为在家门口我就不敢对你。哎哎哎哎，干嘛呀这是？妈，阿姨早上好。你出来干什么呀？我倒垃圾。傻小子，哎，你跟小雨好好学学啊，你看人家成绩多好。阿姨，赫赫成绩已经进步很多了，数学整整考了50分呢。哟，那考了50分不就是涨了20分吗？哎呀，太好了。小雨很厉害啊。阿姨，您看李贺学习天赋这么好，不如给他报个班吧。对呀，赫赫，妈给你报个班，你稍微这么一努力，没准从50唰一下就上100了。不用了，妈，这纯属浪费钱。这怎么是浪费钱呢？啊，这钱啊，要是不给你报班，肯定也给你打游戏、买皮肤花掉了啊。就这么定了啊。真不用，妈，真的浪费钱，真的。哎呀，快上学去吧。不用报。哎呀，阿姨再见。迟到了。妈，走吧走吧。这俩傻小